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8日星期五，欢迎收看本期鬼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简讯，孟美岐纽约时装周看秀，红唇配马尾，高冷又少女，皮衣搭配蕾丝裙，时髦又凸显好身材。虽然依旧被说像马薇薇，但气场丝毫不输同框的合照杀手景甜。雪梨最新机场街拍，白嫩皮肤搭配白 T 牛仔裤的造型，清新感十足。然而高发际线却被怼丑，显得额头好大。邓伦春节去隔壁村走亲戚，太接地气儿。亲和的签名合照被赞乖巧的很，但也被网友感慨，再红也躲不过走亲戚。特别特别开心，早就想来了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《疯狂外星人》结尾徐峥作为惊喜嘉宾笑翻影院。然而他自己定档2020年大年初一的新作《囧妈》，讨论度最高却不是他，而是出演的彭昱畅会不会有吻戏？有期待吧，吻戏的角色类型吧，有。对对对，主要吻戏，有吻戏就行。下面一则消息来自综艺圈，《女儿们的恋爱》，沈梦辰、杜海涛互问前任，结果沈梦辰一句话惹杜海涛崩溃。前女友现在还跟你有联系吗？没有啊。你跟你前男友有联系吗？有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以上就是今天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Miss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